你而家睇下我，肤色水润透亮咗，泛黄暗沉咧就冇晒。呢个仲唔系最强嘅素颜组合？今次犀利啦，一次过满足我两个愿望啊 ！Hello， 我系 Maggie 傅佩嘉。点解我咁兴奋？因为我好成功咁样揾到一只好正去黄去暗沉嘅神器，解决晒我嘅皮肤问题。而家先至真正嘅零下两滑啊！前排成日都要兼顾餐厅照顾阿仔同狗仔散步放电，忙到癫啊！皮肤咧就差到一个点，暗沉啊、黄气啊、浅浅一笪笪咁样，好似啲斑嘅黑色素全部浮晒出嚟。点解会咁？因为我中晒嗰啲油烟 block 住毛孔，擦唔够防晒，压力又大。最直接咧就当然系年纪慢慢大，代谢慢。平时已经搽咗好多 serum 啊、lotion、cream， 但依然咧就系暗沉、黄气咁样一笪笪咁样，肤色死气沉沉。试过好多方法，咩维他命 C 啊、B3 啊，全部试过，效果真系好唔 OK 啊！不过好彩，俾我喺万宁揾到呢支 Cino 去黄精，佢有去黄、亮白、黄牌铁三个成分，高浓度诺贝尔奖成分 EGF 肌肤细胞生长因子，绿花椰菜精华。白茶精华可以帮助肌肤七日透白去黄去暗沉，两个星期亮肤水润透白感提升两倍啊！从肌肤底层咧更新衰老暗黄细胞，截击黑色素，素颜都可以展现透亮感同埋水润肌。仲有佢好发达，可以沟啦 cleansing milk toner lotion 同埋 cream 度一齐使用 ，mix 埋一齐可以强化功效，急救肌肤一流。连着日日用咧，就可以减少黑色素体嘅传播，咁就唔惊一笪笪好似斑嘅黑色素浮晒出嚟。你而家睇下我，肤色水润透亮咗，泛黄暗沉冇晒，呢个仲唔系最强嘅素颜精华？我平时就早晚几滴搽全面同埋颈，但为咗加强效果，我会敷补身 mask 前搽三泵嘅 Cino 去黄精，搽到块面湿立立咁，再敷 mask。如果冇时间敷 mask 咧，就可以用爽肤水湿敷，五分钟就得噶啦。Cino 去黄精嘅质地好吸收，又唔似美白产品咁刺激，搽多咗都唔怕伤到皮肤。有咗 Cino 去黄精，想赶走黄气好简单，万宁就买到啦，200蚊都唔使，性价比好高，快啲去买嚟试下啦！